同学们，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兼数学老师。默是默说话的默，沉默的默。都给我把嘴巴闭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高中生图纸的人，今晚回去给我卸了。这种八十分根本 hold 不住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问你看什么呢？游戏直播。交出来！要给我们来下马威啊！不仅是下马威，我还新官上任三把火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前我和你们一样，也是别人眼里的坏学生，但是我没有自暴自弃，并且当上了老师，这给了当初瞧不起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逆袭成为学校最优秀的班级，再也不坐办公室的常客。穆老师，家属那个会电脑那个同学，对，就是你，你们两个来一下办公室。我就想问你，他砸碎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不是他制造混乱，夏子宁就不会被撞，雕像就不会倒。归根结底，他才是始作俑者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这个时间段里学校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怪我呗？那我就背锅侠呗？你什么态度？那学校还能冤枉你啊？还有你，身为老师，入职第一天就跟着学生们一起胡闹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学校折腾得一团糟。是，谢谢家主任的宽宏大量。但是这个锅我们真的不背，学校都已经记他的过，不能什么罪名都往他身上按。不就想让我认错，不记他的过吗？行，这个错我认，这锅我背。什么态度啊，这学生？我学生怎么了？你学生自己都承认错误，你现在还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揽，是不是？好学生就不会犯错吗？你放心，老师给你保证，一定会妥善处理，绝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什么样的人犯错就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我说过我受委屈了，在你成为我的班主任之前，我是一个零级，我从未被抓过现行的好学生。我们老师，这样，麻烦您帮我写一份转班申请呗。我可以拒绝吗？你说呢？ Oh baby， 看不到你，我心里特别想你。江边的微风吹进我的心里，每天看你照片，记得每一条消息。迷人的风景，那是你。我说你写字呢，字写挺好看的。今天怎么练的？像我写的跟你似的。我晚上跟贾主任吃饭。你约他干嘛？没有什么，是一杯酒解决不了。你还要喝酒？对啊，一起呗。我才不去。第四杯，干！还有一个女孩子。孟白，喝多了。明明不能喝，还非要帮我挡酒。我以前年不能喝酒。我都成年十几年了，好吗？成年人也不能和别人喝酒。为什么？江边的微风吹进我的心里，每天看你照片，期待每一条消息。迷人的风景，那是你的眼睛。Oh baby， 当我打开手机，看到是你发的消息。谢谢你这些天的出现，让我找回了我自己。你是迷人的风景，我送你可爱的耳机。四目相对，让我感受你。但是我有喜欢的人。谁呀？
什么呢？住手！谁把你们请开？刘明轩，要讲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啊！再抽一下！哎呦！齐凡！穆老师。不许调戏我学妹！哎，我高二的，你叫声师哥我听听。师哥，真乖。要不咱走正门吧，大宝贝说几句。你下来。你上来。你下来。你上来。你俩演《西游记》呢？你也是，这么巧。是，孽缘。那个新来的班主任，还是个90后的大妈呢。90后大妈。莫老师，你是老师？我是高二的新生。也是你的班主任。等等，你叫什么？吴文。吴文，你弟弟呢？吴章。他爸也叫吴章。不，我爸叫吴章碍着你事了。你爸也叫吴章。莫老师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唯一的避难所就这么沦陷了。快说，你是不是又出丑？我保证你可是第二次记过了，再这么下去只能找家长谈话了。见家长？我不能见他家长。见他的家长是见你的家长，干嘛这么大喊？反正我不能见他爸，我拒绝。能不能不要当着我的面谈论要不要见我爸呀？反正我就是不能见他爸。搞得跟我爸很想见你一样。我先走了，我要回家跟我爸说啊，你要见他。我不想见他。不，你想见。你说我能见吗？万一他爸真是我爸呢？就知道我有一个这么不靠谱的爸，他有一个这么不靠谱的老丈人，他嫌弃我。逃避不是办法，丑爹终归见女婿，所以就趁这次见家长，风摆见了丑爹，你也确定了吴文是不是亲爹？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能不能再让我逃避一下？我们班这次摸底考绝对不会有人作弊，否则我就跑100圈。只要不被抓到作弊就行了呗。不是不被抓到作弊，是不能作弊。反正啊，你们休想在我眼皮子底下作弊，因为在这方面我可是祖师爷。排好队，各个来。是啊，你干嘛呀？这是。那是你的眼睛。Oh baby， 有时候我很着急，总想着我又能见到你。其实我不想征服这个世界，只想拥有你。你说话我都心听，你是我的留声机。这个不用，待会儿肯定要的。下一个，把可乐喝了。手机信号屏蔽器，你的手机呢？我就不收了。莫老师拿那是手机屏蔽器，它只能屏蔽手机的信号，但是蓝牙它屏蔽不了啊。真是的。错了。相对让我感受你的温柔和甜蜜。快回来，我们作弊被抓。啊！他们竟然用隐形笔把答案抄在手上，不用紫外线灯照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呢？怎么可能？来，你自己试试。试一试。我把手伸出来，让他们看一下你到底过没过笔。
真的。看来还是被我感动了。